哎，山地连，我是小白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又回来看这个刺激战场啊，依旧是卡这个闪光 bug。我真的不想卡啊，我真的不想卡，但是你们非要这样逼我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对不对啊？就这个样子。哎，好吧，其实我就是来卡的啊。但是呢，主要是有小伙伴说，非让我卡，非让我卡，不卡就打死我啊，这之类的话吧。啊，我只能卡了。然后这个东西呢。小白还是那句话啊，有几率，有几率啊，不是每一把都能卡出来。也有确实很多这个评论里的小伙伴啊，他卡出来了。你不能老说我是挂，对不对？哎，主要还是澄清一下这个事情。然后等一下，等我落地以后呢，成盒以后不是那个成盒就算了啊。等我落地以后呢，哇、哦、靠！等我落地以后呢，哎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的设置啊，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我这个原理是吧？卡这个 bug 的原理。枪！哎呦，有电脑哎，算了啊。一般来说，他们不会斜飞的话，哎，就不用担心有人比你快啊。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啊。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威猛。有人，呜、哦，快让我走，快让我走，快让我，快！枪呢？不会吧？吼 ！VSS， that's great。好的。他可能在我这栋楼里，哦，应该在这栋楼，先不用管啊。哎，我的装备怎么不发光呀？不发光的装备没有灵魂。好，既然我听得到他的脚步声，他应该也听得到我的。哎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哟，刚好像，哦，我的弹夹是发光的，很不错啊，符合我的风格，还是这个骚红色，不是那个，就是红色啊，普通的红色。OK。AK， 我 AK 肯定打 AK 啦，对吧？呜、哦，骚，这个骚，这个是最骚的。哎，人呢？哦 ，I see you 。这边应该有个人，但是目前来说啊。我可能打不过他，脚步就在这个房间里。哎，可惜我没有雷，我要是有雷啊，给他尝一尝也是不错的，对吧？好，先不管这个啊。对，很重要的这事情啊，设置，看设置啊，看设置。好，然后这个设置呢是，对了，我只见过，目前来说只见过模拟器卡出这个 bug。哎，画面设置。画面品质 HDR 高清，然后帧数极限，画面风格鲜艳，抗拒时打开，阴影关上。哼，要不是你以为，要不是我在是那个，算了啊。要不是我在教大家卡 bug 啊，你以为你有机会杀我吗？你没有的，我跟你说。啊！我竟然被打了，算了。这个我看看啊，我们去这个训练场看一看啊。如果在训练场能卡出这个 bug 的话，那就比较炫酷了啊。其实主要的来说的话，是来训练场上卡这个 bug 的，因为那个粉丝就是跟我说啊，那一个粉丝就是跟我说，他想看看卡这个 bug 的时候训练场是个什么场景。等会儿啊，我先把我的衣服换回来。我真的不习惯这个衣服，不是衣服不习惯，我鞋子不习惯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才够骚，对吧？好的，训练场。哦耶！哦，哦，太棒了！但是不是所有的枪都亮？奇怪，短管霰弹枪是亮的，拿在手上就不亮了，好像没什么区别啊。还有，我发现这个短管霰弹枪啊，它是这个游戏里唯一没有后坐力的武器，完完全全没有后坐力，看见没有？好像有一点点啊，一点点，看清楚，啊，一点点，非常微弱的后坐力。其实这个枪吧，它有后坐力也没什么用，对吧？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它发光。配件的话应该是都会发光的。不要啊。
主要是看看别人啊。你们有没有发光的呀？你也不太亮。我还是捡个背镜，不亮。呀，那没有很炫酷呀，就一般般炫酷。我还以为到处都是亮的，可能我要重进一次啊。每一次我发现每一次进，卡的发光，卡的这个 bug 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我再重进一次，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可能是我要重开游戏才会不一样吧，我记不太清了。反正呢，哎呀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吧，就是我猜测的啊，我猜测的是让我这个显卡过载。哇，帅呀！AWM 圣光，太帅了！别打我！哦，兄弟，你哪买的？为什么我就没有光？凭什么？你充了钱是不是？你心越急，你说。哦，这么骚的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要变成基佬了。我刚讲到哪儿了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原理啊，原理啊，就是让我的这个显卡过载，然后呢，它就会省略一部分这个贴图，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它就会发光，好像说不过去啊，各位，不管它啊，反正呢，大概就是省略一部分贴图啊。很多这个评论里的小伙伴都卡出来了啊，卡出这个 bug 了啊。不过这个 bug 出现在敌人身上呢，非常的不公平。比如说我在很远的地方啊，比如说我在很远的地方，看见没有？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啊，他本来趴在草里，假如他趴在草里，然后我就可以很轻易的看到有个人趴在草里。哇，你是变态吗你？这个地方，就没有很明显的发光了，可能这个地方的贴图已经不加载了啊，可能吧。哦，那只对付老硬币是有效的，对于远程的这个敌人的话，你还是看不到它发光的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你看，只有到这个地方才加载出来，到这个地方它就不亮了。哎，所以对于公平性的话，只对于老硬币有用，而且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，非常大。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比如说这把，哎，圣光汤姆逊，对不对？妈的，怎么又不亮了？比如说这把，它也不亮。哎，为什么你们拿着就亮，就亮呢？好，不管这个。哇，你看他们拿着多帅，我拿着就是这个怂样，真是操蛋。你要不要加个好友啊？哎，不行，我要拿个这个子弹啊，在地上写一个铲子，不是写一个字。部分丢。OK。哎呀，你捡什么？太难了。哎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哦，真的很帅呀！这一身装备，对吧？搁谁也不羡慕。好吧，那么大概就是这些啊。如果显卡发 bug 的话呢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个设置。好的，那这期视频呢就水完了，不是那个录完了啊，录完了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。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